怎么法法都有这个大学呀、啊？我真受不了了，好多九五啊！哎，不过我这样感觉还是有机会赢别人，好多人摆烂呢、啊。那个 HANG 应该是个机器人吧，他那个发言的内容就很奇怪，真像个机器人。三加升级，这一家升级九五，升级九五，升级九五，没办法，只能靠我的皮层枪枪跟他们打一波。影分烂掉有机会回来吗？有啊，不是，很简单，你为什么会影分烂掉？因为你一直老八，对不对？那你就
一直吃鸡，分数就回来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老八，你的影分就回来啦。主播，主播，怎么考试可以100分？努力温书啊，努力学习啊。吃鸡45分以上吧，40多分就比较正常。如果你吃鸡加20分、30分，换个账号或者是再加油吧。早安啊86，感谢陈吉二，谢谢24，感谢24个订阅。我这边也没下雨，我这边巨安静。地下会那个吗？每一回合开始不是吗？后再饮血泰坦吧，给乌尔加特。装备不给应该是不会赢，打这样赢不了，下面弱都打过了，应该是不会赢了。赢了的话就30层也可以了，正常玩。哎，这种很常遇到的啦，人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啊，对不对？你呀、啊，玩游戏整天在抱怨，这个心态真的不好。其实我感觉差不多了吧，还是再蹲一波。不可能4-1，我可以再输一波，然后下一波启动。我4-1启动太晚了，大家4-1都会提质量，我最多就下一波开。3-6吧，好一点点。哎，其实这波能开也就开了吧，没差吧。我看打谁。这波开吧，这波多低一点点。没货啊！要不这样就够了吧？应该是够了吧？感觉够了呀，
这一家，但在滑水。能开吗？那我感觉可以上八，能吗？能上八吗？还是低呀、啊？低还是上八？感谢石粉的抖内。这个不能跟恐龙爱爱哦，被骗！我以为他们两个可以爱爱，可以的话也太强了吧！放芥末还是放龙还是放雷兹啊？雷兹这个有用吗？哦，这是防那个刺客对不对？卡米亚。恐龙卖了，不可能卖了。这恐龙是我现在最强战力，卖都不可能卖的。四炮找小炮或者是三呐，没有嘛？那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，别急嘛。要低。低你个头啊！低，感觉剑魔可以下，要加文吧？加文控场。
一个都别想跑，那么爱上酒，让你们下一把再上。哎、欸，我是不用自己买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这样是亏了4块钱啦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扣哎、欸。在追三星亚菲利哟，我想要降治愈那个啊，没有降治愈啊。主播你怎么把钱滴光？我上酒要干嘛？不滴的话要干嘛？我很多都没饿啊。啊！我要不要把乌尔加特装备给剑魔算了呀？他都不饿，烦死那差三张大东哎、欸，可是他没钱呢、欸。差两张大东，不要了啦。
没必要这样的，老哥。哇，打不过这家。六巫师，两星阿里，你牛逼。他也在追三星拉克斯，哇，这把好恐怖啊！这把人，这边差三张拉克斯，差两张大东，所以我要卡大东跟拉克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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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我们实况组大行列，加油！安安啊，死粉，没有，我在专心打游戏，我没办法分心。这种局一分心就死了，我没办法，好吧，我真的很拍水，各位。到底什么啦？什么跟什么啦？别急吧，等一下吧。为什么我打不过他？他怎么那么猛啊？他不追了，我卖
收收收收。哎，不用急了，你们不要再叫我卖龙了，不可能卖龙，六十层龙怎么卖啊？三星竭力还不如一条龙啊，真的。而且我有19滴血，我不可能一波被买入的呀。